新年第一天，让我们来鉴定一下网络热门片视频。大家看这波，我遇到外挂了。怎么一上来就是嘴硬王？大家看这个外挂，能在鹰眼特训刷出来手枪。嗯，你不也是手枪吗？哎，懂了懂了，现在已经嘴硬到连自己都能反驳了，牛。嗯，我操！你他妈的，我不吃饭打啦！之前咱们说过啊，这个主播的确遇到过一些 bug， 但是像视频中这种直接给核系加一个撞击技能，并且不断触发的，很明显是依靠修改器完成的。左下角 P 的也很不合时宜，被撞那么多下都没反应，就最后一下生气了，假。这条投稿是想问，为什么补不掉人？大家注意看开枪的瞬间，子弹直接到了左边房屋的墙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视频中的玩家开了一种名为子弹追踪的科技，这东西设置完之后，开枪会自动攻击附近的敌人，并且不会打倒地的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宣传科技的视频，不多做赘述了。狮子的确是能把人顶飞的，但是打卡的话还是得知道方法。视频里这种是慢慢蹭的，效率其实不高。最容易成功的是直接在队友身边打开狮子。当然，如果两个人很默契，还能玩这种蹦蹦床。得往下站，得往下站，就站下面。不对，我走你。我求你，不行了，欧哥，快！跟狮子相比，龙就差得远了。削弱飞行高度之后，也没那么多人爱用了。下一条又是好久不见的挑战全网最卡手机，一起来点评一下。哎呦我天！你不光画面卡，连声音都卡呀！就这还有人问，为啥不用画质助手的？用了岂不是更卡？看下一条。以前咱们也见过不少卡在树上的，像视频这种直接被树干穿起来的倒是第一次见。评论区有不少人说刺激战场经常能遇见，没啥大惊小怪的。其实这倒也能说明，虽然看着不咋地，但是游戏的优化还是在日益提升的，就是希望类似的 bug 能再少一些吧。大家可能没看明白啊，这是个王者的女主播，经常用一条语音把粉丝吓哭。每一个做好万全准备的粉丝，最后都被吓得屁滚尿流。讲道理，我还是很好奇啊，怎么会被一句话吓成这样呢？她到底说了什么？好了，视频的最后，我还是看一期最爱的蚂蚁学姐，懂的都懂了。